啊，各位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昨天是母亲节，我们能够明白，没有一个人没有父母。那么，如果父母健在，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有人无保留、无目的的会来关怀我们。如果父母已经不在，那么可能会触景伤情，或者能够体会过去古人所讲的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个时候也更能知道何为无常，何为人生难得，何为因缘要去珍惜。因为我们往往没有想到哪一天会有无常的发生，所以就在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里面，以自我为中心来过日子。当然这样的因缘就是六道，不像佛陀看到这些无常，看到这些苦，他马上就知道这个不是办法。这样子没有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只是像一出戏，在戏里面庸庸碌碌，对自己生命随波逐流，所以才因为这一念的慈悲，我们才有机会来听闻佛法。换过来说，佛陀看一切的众生如母，而跟白骨顶礼，大家就更能明白一个人的心量。如果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谁无父母？你今天跟白骨顶礼，顶礼的也是众生的父母，而每一个众生也都做过众生的父母。再换个立场，每一个众生也都当过人家的儿女，那又有什么去分你我他？所以为什么佛陀可以心中没有这些分别？是因为大愿大悲。那么这个大道能够穿透这些分别，这个大道能够有愿力来将众生的业力能够不恶。我们知道苦空无常，但是怎么样运用在生活呢？我们常常讲因缘要转成法缘，就像今天也有艺人的视线无常，而能够在最后来修补亲情的缺口、遗憾，而总是好事一件，否则这个遗憾当无常到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办法有机会去弥补。那么我们跟其他的因缘何尝不是呢？所以我们要懂得去经营一段关系、一段因缘。当然
小到自己的生活圈，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小孩、朋友等等，自己的所缘去经营。用什么去经营呢？当然就是用我们的伦理道德。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观念，那么六亲之间大家懂得怎么样对待，自然经营这些关系就好经营。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观念，没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你即使要去经营都很困难。因为你认为跟我认为不一样，没有一个共通的标准。所以也不知道依循什么。就像我们上礼拜讲，佛说依四依法，总是要有一个依循。因为法律呢，只能给我们防弊，告诉我们主要的是不要怎么样。但是如果大家都是想要怎么样，而没有一个标准，那么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甚至反过来想要突破法律的限制，钻法律的漏洞。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伦理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没有这些，很难去规范一个人的言行，应该有一个中规中矩，都是用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利益。那么当然，人伦就没有了。所以也越来越不会想行善积德，因为都顾自己。为什么佛教叫大家要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而当然依循的也是会有一个伦理的范围。就像我们讲的，百善孝为先。为什么是孝为先？是因为父母这样无所求的养育教育我们，当然也有他们的个性。可是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所谓的容忍或者包容父母的个性，那么谈行善是不是有一点奇怪？因为有恩于我们的人，我们都可以怒目相待，或者避不见面，这样子所做的一切善，它的基础还是以自己的自我为中心。那么也容不下跟自己的想法相左的人事，包括自己的父母。
那么这个善是有条件的，不是真的善，也就是说它不是真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讲百善孝为先，就是在讲如果连自己的父母你都不能包容，那么在自己的生活的其他，包括自己的配偶，能遵守承诺吗？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母亲节大家都放下工作，愿意大家聚一聚，表示自己呢为人子女所应该表现的真诚，虽然还没办法去完全的刚刚所说的像佛陀那样子至诚恭敬，但起码在行动上愿意。这也是我们上礼拜讲的柔顺忍的第一步，起码愿意。那么亲情里面有我们七心里面的所谓的报恩心，那么我们人要懂得饮水思源，要报恩，就像我们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怎么样报佛恩，也是我们应当思维的。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毋庸置疑。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慧命，法身慧命来自于佛陀三宝，佛法难遇，那么父母的人生难得。我们除了有生命，还有我们依教奉行的慧命，也就是众生皆具有智慧德相，都有佛性。所以这个都是必要的。那么也有把母亲节跟佛诞节合在一起来庆祝，其实用意很好，让大家懂得感恩，不管是跟父母洗脚还是浴佛，都是这一念心。这个心是要借假修真，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根尘世运作造成我们很多的虚妄分别，意识呢不清净，也就是很多的分别，很多的
五毒。但是我们修行还是得经过根尘世，借这个假来修这个真。所以我们常讲根到果，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来有根，然后成长入道见道，然后成就果位。所以必须还是有一个生命的形态，要有佛法三宝，然后借假修真。那么到后来你能入不二门，已经没有真跟假的分别，就像我们说的真妄合同。那么有的有因缘来入所谓缘觉，那么证到阿罗汉果。而我们在讲的《了义经》，却让大家知道大圣的精神，更能够呢从独觉往菩萨道去修。那么心量打开，才有所谓的借假修真，才有所谓的因无所住而又生起心。既然无生，怎么又生起心？已经没有生不生的问题。因为在法性里面，任运的、自在的，就像空气一样，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该有水蒸气，它就是水蒸气，没有一定的形象。什么叫法？它没有定法。所以到了见山不是山，后面又是山，已经没有是不是的问题了。所以才说这个生命的色身已经转成法报化的运作，有空不二。那么我们沿袭出世解脱之法，却在入世里面、红尘里面借假修真。当参透原来佛性恒住，是我们自己迷妄分别，所以觉跟迷之间就是一念间，在于有没有实修实证。就像我们说的
明知道是跟城市，但是我们必须还是要这样来生活。我们已经知道真相，就不会黏着不放。吃饭的时候呢，吃饭；走路的时候呢，走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不在于有或没有，也没有分别有为无为法，也没有分别了义不了义法，也没有分别一人或一法，或者一智或一事。到最后也不依两边，所以也没有入三界，也没有出三界。我有讲法八万四千，我也没有讲法。就是这个道理。不要被这些讲的晕头转向而搞不清楚。都不在于这些文字。在于有触动了吗？我们从文字的般若，到我们观照觉照的般若，已经没有语言文字，在于你觉知吗？见到了吗？他一直在，把这个云拨开了一点吗？有看到阳光吗？而自性的光明太阳一直在。所以所谓的佛性自性法性到真如藏，它本来就在。这条路安立了很多的名相，就像高铁的每一个站的站名，但它是一个方向。所以说三圣也是一圣，是我们自己在分别高下，分别自己的门派。那铁路就岔开了，因为你分别了，虽然确实有分别相在根尘世的作用里面，例如有梵文有汉文，有善男子，有善女人，
但是我们不要黏到了，不要着了。是这样，就希望大家明白《聊易经》是在聊什么，为什么常常在讲不二门，为什么很多菩萨不停地发问，破我们的盲点，都是为了后世，为了末法，我们的现在所处的时空，这些众生。我们生下来道无常道，就几十年，看到生老病死，在医院呢，每天的发生。要明白生命的意义，它的真实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来经营修炼自己，怎么样来依教奉行，来服务自己所缘的，或者把所缘的再扩大，有适当的因缘服务更多的人。这样子的实作，自然龙天护法都会来跟我们一起努力。以戒为师，先从像法律一样的戒律，到后来遵循像道德一样的自行戒。那么就更能够明白体用不二的真空妙有的菩萨戒。因为菩萨戒是生生死死，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修行它的次第，跟佛跟众佛菩萨所要告诉我们的，或者他演给我们看的是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快这个《楞严经》经就会圆满，到后面呢，我们要更明白为什么佛陀或者居士或者当机众或者再来的这个佛啊、如来啊，他们要这样子来也给我们看。我们继续再来讲《楞严经》，我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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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
月盖王子从药王佛那边听到这样诸圣的法，那么得到柔顺忍。我们刚刚也解释了怎么样叫柔顺，而不是刚强难调。因为你如果没有可塑性，在诸圣的法，你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不愿意修自己，那当然就不能称之为柔顺。甚至于你我执刚强，又学了这些法，又多一个法执，那么增长自己的傲慢，甚至于增长自己作恶的能力，那么只能说是自己来障碍了自己的修行。那么我们继续讲，集解宝衣延伸之具以供养佛，就说啊，王子啊，他就解，就是把这个宝衣，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跟这个延伸，就是延饰啊，这个身上的这个饰物，这个庄严具来供养佛。也就是王子呢，就把他身上这个很华丽庄严的衣服还有颜饰来供养佛。那么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我当行法供养，守护正法。就跟佛讲啊，世尊啊，那么您这个入灭以后，我应当啊来行持这个法的供养，因为我们这一篇就是在讲这个法供养。那么并且呢守护正法，而且我会捍卫正法。我们现在人的讲法叫捍卫正法比较多，因为在末法真的不是只有守护，是捍卫，有比较更强的意思。愿以威神加爱建立，令我得降魔愿，修菩萨行。那么讲完说要捍卫正法，就祈愿啊，这个如来能够慈悲这个哀悯啊，来所谓的加爱建立，就是来让我的善愿呢能够圆成。那么令我得降魔愿，也就是令我能够降伏诸魔怨敌。那么大家觉得为什么这地方讲到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呢有五魔君，或者讲我们把魔分成十种，有十魔。那么很多人修行都希望没有干扰平顺，其实我们一定必须要经过魔考，而且你必须去面对它，你必须去不能有退失菩提心，就像文殊菩萨一样，不管是佛考魔考，你就是不能有分别心。因为就像一个力量，它必然有一个抗衡的力量。我们有业力有愿力，你业力大愿力大，你业力小愿力小，这是一个对等的。所以我们今天愿力大，你当然魔考呢就大。而今天这个要降服的是自己的内，当然也有你自己降服内才有办法降服外。所以人在修行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考验，那么多半呢是逆缘逆境来考。其实这个是比较好处理的，因为你起码知道它是逆，是不顺，然后你会比较有想要去对治它、调伏它。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是用求的，啊，希望菩萨来加持他，让他能够这个化掉啦，或者是离开啦，而不是想你怎么样用所学的以空性跟慈悲来转化，化这个烦恼为菩提。所以你都用求的，那当然就是三大阿僧祇劫啊，慢慢求。你呢，三毒呢，慢慢修。
也不想改变自己太多，就安于现况就好了。这样子魔考也不会来啊。那自己三毒呢，也没有下这个精进心要调柔自己，那么魔考也不会来。所以呢，就慢慢修。可是你真的行菩萨道的时候，你不但自己的，你还得去利益他人的，所有的，要让他们能够醒觉或者得到法益，所以必须去所谓的降伏诸魔怨敌。所以在金刚圣，他也有所谓的愤怒尊，有些要恩威并用，不能纯粹呢用一种方法，你必须要有威。所以会有这样的恩威并用的示现愤怒尊的法门。那所以呢，王子呢就这个也知道说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必须降服这些魔怨，那么修菩萨行，因为菩萨的愿行啊，他必须跟这个业力来怎么样转，所以也必须降服这些魔敌魔怨。佛知其身心所念而记之曰：汝于末后守护法城。那么佛知道这个王子啊，他是真心，他的心是很深切的这样的心念。那么而记之，就是说而受记他，加持他，就讲啦，你呢于这个末后的意思，就是说在未来佛入灭以后啊，末法这个末法的时候，你呢能够守护正法的这个法城，就像一个城堡，也就是说你能够捍卫正法。天地继续讲了，天地时王子月盖见法清净，闻佛受记，以信出家，修集善法。那么就这个时候啊，佛陀就跟这个天地讲啊，天地啊，当时啊，这个王子月盖王子啊，他见法清净，他能够得见法的这种清净。这个清净的意思不是说有清净不清净，是他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没有分别心，他没有念头，他能够跟法性呢，刚刚我们所说的法性能够相应。那么闻佛受记，也因为这样子，佛也给他受记啦。那么以信出家，就讲当时啊，这个王子啊，就用正信啊，用很有信心啊，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这样的清净智慧而出家了，修集善法，集就是很多所有的啊，在修一切的善法。清净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萨道，得陀罗尼，无断辩才。就这个王子精进修行以后，就得到五种神通，因为他还没有证得这个漏尽通。那么逮菩萨道，就是说他能够证得进入这个菩萨道的成就，那么得到陀罗尼的种持的种种的法门。那么无断辩才是指他辩才无碍啊，他能够这个说法无碍，不间断，一直说转法轮。于佛灭后，以其所得神通总持辩才之力，满十小劫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那么在佛灭后，那么用他所得的五种神通，并且他的这个辩才无碍这样的这个威德力，那么经过过满了十个小劫，那么使令啊药王如来
他的这个法啊，能够转这个药王如来的法，能够分布各地。也就是说，这个确实，这个王子呢，他也是来持续的转法轮而弘法。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勤行精进，即于此生化百万亿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力不退转。就讲啊，这个刚刚我们讲月盖王子，那现在因为他出家，所以呢就讲月盖比丘。那么以守护法，就是他捍卫正法，守护正法，那么很努力的精进。很勤劳的修行，那么在他这个色身啊，他就已经教化度化了有百万亿人，很多很多。那么为什么讲这个化啊？因为他是这个教化啊，并不是说他化身的意思，说他教化，因为他出家，他是法师，他为人的师长，那他这个师长就是一直在教化，在服务这些跟他有缘的人，啊，那么让这些百万亿这么多的人能够发了无上的，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能够让他们入这个佛道，那么力不退转，也就是说，他们这么多人都发了愿，都不退转，所以就知道一个法师。他就是利有情，服务有情，觉有情，所以这个月盖比丘他就是这样的精神。那么十四那由他人生发生闻辟支佛心，无量众生得生天上。那么又有这个十四阿由那人，就是又有很多。无数的人，他不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是发了很深切的声闻辟支佛，也就是要成就阿罗汉那样的心愿。那么前面当然也有很多人发的是这个菩萨道的心愿，那又有很多人发的是成就阿罗汉的心愿。那么这些人，这些众生，他们呢就都能够得生天上，就是他能够这个上天道啊，例如说像这个四禅天啊，能够这样子在修行往上去修。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众生的因缘不一样，有的人他可以一下子就坚固自己的菩提心，有些人呢他没办法生这个菩提心。虽然这个月盖比丘他也是弘扬这个大乘法。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比较契机的是声闻法，所以呢他就得生天道。那么天地是王宝盖起一人乎，今现得佛号宝焰如来，其王千子及贤劫中千佛是也。佛又讲了，天地啊，当时的这个王，这个也就是这个王宝盖，就是这个宝盖王，那么起义人乎，那么他是什么人呢？那么他现在呢已经成佛啦，他叫做宝焰如来。那么当时他有一千个王子啊，那么就是现在贤劫千佛。所以现在大家就明白贤劫千佛他的由来是什么因缘，这个是佛陀在讲。那么又继续讲，从迦罗鸠孙陀居留，也就是居留孙为始得佛，最后如来号曰楼智，月盖比丘即是即我身世，如是天地当知此要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为最第一无比，是故天地当以法之供养，供养于佛。就继续讲啊，这个贤劫千佛是从这个就是义因，从这个居留孙开始为这个第一尊佛，也就是千佛的第一位佛，到了最后的一位如来呢，最后一尊如来他是
这个楼智如来啊，也就是我们常在讲韦陀菩萨，他是自己呢希望最后一尊这个千佛，因为他要捍卫其他的999尊。所以大家明白这千佛是这样来，那么所以我们才讲说现在还在衔接，未来还会有这个佛，因为佛陀是第四尊千佛，后面呢还有这个996尊。那么大家就明白说这个千佛它是怎么样运作，那么这当中这个就没有其他的这些佛的这个视线。我们要明白即使是佛的视线它不会成佛，就像今天我们在讲这个维摩诘，维摩诘居士呢他很早也已经成就佛位，但是他不会在这一期说他自己是如来啊，这是不因为已经不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要明白这个衔接千佛他是怎么样运作。那么月盖比丘即是我身，也就是说当时这一位月盖王子后来是月盖比丘，就是我，也就是说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啊，第四佛文佛如是啊。那么就讲了是这样子啊，天地啊，你要知道这个持要，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用法供养，那么在诸供养是最上啊，最至高无上的第一的，那么所以天地应当要用法供养来供养于佛，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就是法供养跟最上的法供养。那么在法供养的部分佛陀已经这样开示。那么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属类品第十四，也就是第十四品。那么所谓的属就是我们属父啊，就是这个属父。那么这个累的意思就是啊，累劫啦，很多啦，集中啦，累积啦，啊，也就是说他把很多的属父都累积在这一品。那么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已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付嘱于汝，如是背经于佛灭后末法之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于阎浮提，勿令断绝。那么接下来佛陀就告诉弥勒菩萨，那么为什么佛陀要在这个时候告诉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菩萨是下一尊佛，是下一位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的，这个现在是弥勒菩萨，未来是弥勒佛，所以佛就开始跟弥勒菩萨讲：弥勒啊，我今天用这样无量亿阿僧祇劫的修行，我所修行所集结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来，因为这是这个属父，我们刚刚讲来属父给你。那么这些如是背经，这些这么多种类的经典，那么在佛灭后灭度以后啊，相法到后来末法时候，你应该要以你的威神力来广宣流布在阎浮提，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在这个地球，不要让这个法呢断绝了。也就是佛陀在跟弥勒菩萨讲，我今天无量亿阿僧祇劫所修的这些这个所有这个菩提道的这个法都能够嘱咐给你，那么你要在我入灭以后，那么在末法都要用你的威神力来捍卫正法，来弘扬这些正法，不要让它法呢断了，不要让正法呢灭了。所以者何？那么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龙鬼神、乾闼婆罗刹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乐于大法，若使不闻如是等经，则失善力。那么就继续讲啊，
为什么呢？因为未来世中将会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有很多的天龙鬼神等等，天龙八部啊，等等非人等等，他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心，那么希望能够去信受大圣的教法。如果你不让他们呢，有机会去听闻这样的经典，那么将失去对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应该有得到这种法益，可是你没有去宣导，没有去捍卫，他们就听不到了。如此被人闻是等经，必多信乐，发希有心，当以顶受，随诸众生所应得利而为广说。就说啊，像这样的人听到这种大圣的经典，那么了义经，他能够会产生信心，而且会有法喜。那么发希有心，就是其实讲的还是说发这个愿心。那么当以顶受，就是说这个愿他会，或者说这个法，这众生会顶戴，会受持。好，那么如果今天这个弥勒菩萨也可以讲，他可以给他这个加持。那么因为这样子众生所应得的利益，所以呢，你要去广说这个大圣，或者说这个了义经，那么让这样的人呢能够听闻这个法，然后发这个心，然后依教奉行，然后你也能利益他们。那么所以呢，你就要这样去做。弥勒当知，菩萨有二相，何谓为二？一者好于杂聚闻事之事，二者不为生意，如实能入。那么就讲啊，菩萨有两种现象。那么哪两种呢？第一种，他很喜欢各种的杂聚闻事，就是说啊，各种文具啦，非常的优美啦，然后论事他啦啊。然后里面呢，这个就讲文字剥落的部分呢，啊，这个教理啦，啊，他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好要。那么第二种呢，他是不畏惧，也就是不会害怕这么高深的深意，也就是他的高深的义理，而能够实能入，就是能够实修，能够入，也就是他能够行持，而且就是我们讲的信解行证，他能够实修而入行入证。那么继续讲，若好杂聚闻事事者，当知是为心学菩萨。若于如是无染无浊甚深经典，无有恐畏，能入其中，闻以心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九修道行。如果呢，你看这个人呢，他是喜欢这种文字上啦，这种修饰啊，或者他觉得看了以后啦，这个教理啊，他很法喜啊，很喜欢这样子啊，研究这些这个文具的呢，就知道这是一个新学刚开始学的菩萨。但是你如果呢，另外一种呢，他是能够呢自己没有任何的染污，或者任何的渲染，或者没有任何的执着，而且呢他柔顺，在这个刚刚讲的柔顺心柔顺忍，在这个教理上面他能够不恐惧，而能够呢他自己去实修，并且他听了这个法一相应，他的心已经清净，没有分别虚妄。那么这样子他更去实修，再去读诵，就知道这个人他是过去生已经有修过了，也就是过去生他九修道行，他已经修过所谓的这样甚深的，也就是说菩萨大概分两种，一种是在文字般若上研究欢喜，第二种是他能够相应进入到他的觉受，而且他是
进入到我们讲的信解之后呢，还有什么行证？所以它不是只有解悟，它还有行悟，也就是它的悟是来自于实修。那当然就是我们讲的文思修里面的后面的这个修。弥勒，复有二法名心学者，不能决定于圣身法何等为二。一者所未闻经，未闻生经，闻之经不生疑，不能随顺，毁谤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闻，从何所来？那么，另外呢，弥勒啊，又有两种现象，叫做心学的菩萨，他不能够，或者是说，他这里的不能决定，就是他不能肯定或者认定这样圣身的法。那么是怎么样的两种呢？那么第一种就是他没有听过这些经深奥的经典经文，那么一听呢，他就恐怖了，那么生这个疑惑了，也就是说排斥不欢喜，就像佛在讲法华，就有一些呢就离开，不想听，他怀疑，认为说哪有可能比我所知道的更殊胜的法，或者是说因为他有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认为说后面在听的这些就他不能够信受，所以他恐怖啊，我修的不是最殊胜的法，我不是最高吗？难道还有其他的吗？哦，他就生了疑惑，或者呢他生了惊怖，那不能随顺相信，他不能顺着他所听的法然后去随顺去相信他，甚至于他毁谤或者他不相信，那反而做事言呢就讲了，我初不闻从何所来，我没有听过啊，这个法从哪里来的，就是说第一种是这种人，那么这也是一种心学者的现象。二者若有护持解脱如是身经者，不肯清净供养恭敬，或时于中说其过恶，有此二法，当知是为心学菩萨。那么另外一种是说，如果有人呢、他在护持这个疗愈经，或者我们讲这个护持这个文摩诘经，或者他在解说这样的深深的经典，那么这个人呢，他不肯亲近，也就是他不肯来亲近这一位法师，那么也不肯供养，也不肯恭敬他，甚至于他呢还会三不五时啊，因为他祸时于中就讲啦，讲他的过失或者重伤，毁谤他，批评他，那么有，这就是第二种现象。那么这个就要知道他也是心学的菩萨。那么第一种就是不信啊，甚至于说我没听过啊，第二种就是虽然呢他没有这样讲，可是他会不肯亲近，甚至于毁谤，那么就知道这种人就是不了解，像是心学的菩萨。那么为智毁伤，不能于圣身，不能于身法中调伏其心，就是说这样的心学菩萨，他自己呢伤到自己，他不能在身法当中来调伏自己的心。那么这个毁伤啊，当然是伤了自己的修行的福慧福德，甚至于伤到自己的慧命，因为你今天排斥毁谤了大圣的佛法，甚至于这个毁谤善知识，这个将来很多的法缘可能就会断掉，要再接续就很困难。那么弥勒，复有二法，菩萨虽信解身法，犹自毁伤而不能得无生法忍，何等为二？一者轻慢心学菩萨而不教诲，二者虽解身法而取相分别视为二法，
那么又讲了弥勒啊，另外有两种，这个菩萨虽然他能够信解身法，就是他能够相信了解大圣的圣身的教法的法义，那么他还是会毁伤哦，他还是毁伤他自己的德行哦，那么而不能够证得无生法忍。那么有哪两种呢？第一种就是傲慢，他轻慢呢后学或者末学，而不教不协助人家。就有一种人呢，他虽然呢对法也是很恭敬啦，他也是相信，但是呢他有慢心，那也会伤到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我们讲的是大哥大姐，就说哦，我学的比较多，我学的比较久，对于刚接触这个大圣教法的，你就不肯教人家，可能一方面呢也怕人家超越，第二方面就觉得自己呢懂得多，希望人家来恭敬自己。那么这样的大哥大姐，当然这个就是轻慢轻学菩萨。二者呢，他虽然了解这个圣身的法义，但是他仍然取向分别，就是他仍然有分别相，那么还没有证悟，还有所执着或还有所取舍，那么这样子呢就是另外一种，他也会伤到自己，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还没到位，所以他还是有分别。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三圣佛法它是一圣，但他觉得自己比较高尚，他不，例如说一个大学生他就轻慢小学生，或者他有分别，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他还有这个没有到位的地方，还不能够了解本来这个朗朗晴空，你拨云见日以后应该安住的是晴空，而不是还在分别乌云跟太阳，这是还有分别，虽然他的现象如此，但是自己的心没有分别。我们不能说没有太阳跟乌云，有，可是自己的心是没有分别的。就像文殊菩萨的愿一样。那么弥勒菩萨闻说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说，我当远离如斯恶，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那么弥勒菩萨，那么就听到这里呢，他就跟佛陀讲了：世尊啊，真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啊。那么就像佛所说的，我会远离这些过失，那么能够呢来奉持如来呢，您要托付属父的这些阿僧祇劫所及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些法教。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圣者，当令守得如是等经，与其念力使受持读诵。又讲啦，如果未来世呢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能够行善积德的人，他又来求这个大圣的教法的人，那么我会让他呢这个守得，就是让他有得到这个经典，那么与其念力就是加持他，给他能够有这样的意念的这个力量，能够了解这个经典的能力，那么让他能够受持读诵，为他广说，而且会为他解说，也就是会这个弥勒菩萨会跟他说法，除了给他法，然后会加持他，还会为他说法。世尊，若后末法有能受持读诵为他说者，当知皆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弥勒，如汝所说，佛住而喜。那么弥勒菩萨继续讲啊：世尊啊，如果到后来末法有人能够受持而且读诵这部经，那么并且呢
甚至于为他人来说这部经，那么就知道都有是我弥勒的威神力所来坚固圆满加持他。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弥勒菩萨，也就是未来弥勒佛，就讲了，如果未来有人能够受持念这部经，而且说这部经，我弥勒菩萨为神力一定会去坚固他、护持他，让他建立这样的圆满、这样的讲经说法。那么佛就讲了，很好很好，弥勒，你就像你说的，让我更欢喜、更喜悦。所以佛陀也赞叹弥勒菩萨发这样的大愿。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我等亦于如来灭后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复当开导诸说法者，令得是经。”所有呢，一切的菩萨呢，也同时合掌跟佛说，我们也是一样，在如来灭后呢，于十方不同的国土，我们会在广为宣说，会来推广这个菩提道，这个阿耨多罗三菩提的法，并且呢，会来开引，来指导所有说这个法，这个弘法者，让他能够圆满这部经。也就是所有菩萨都会来护持这样的大乘法教。尔时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处处诚意聚落山林旷野，有是经卷读诵解说者，我当率诸官属为听法故，往益其所，永护其人，面百游巡，令无自求得其便者。”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四天王，就是我们讲四大天王，他就跟佛说了：“世尊啊，在这处处，就是说，无论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城，或者是聚落，或者是山林旷野，有这些大圣这样的疗愈经典去读诵，或者在那儿讲经说法的呢，我们都会来跟所有的这个天部的这个天神啊，这些百官啊，来去听法，而且会在他所住的地方来拥护这个人。那么方圆四方，这个百游巡那么宽广，他令无自求得其便，就是说，主要他讲的是让所有的魔恶没有机会得到方便，来干扰这一位行者。那么，这个是四大天王在佛前所发的愿。那么，是时佛告阿难：“受持是经，广宣流布。”这个时候呢，佛陀呢就跟阿难讲：“你要受持这部经，而且你要广为宣传流布这部经。”那么阿难言：“为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当何名是经？”那么阿难就问佛陀啦：“是的，为然，就是的，我已经有这个受这个。”刚刚说这个佛所开示的这部经的这个要义法要，那么世尊啊，要怎么样来命名这部经呢？啊，这个时候就是阿难呢，就意思就是说啊，我已经都听得很清楚了。那么因为这个经还没有命名，那么请佛来命名。那么佛言：“阿难，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一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如是受持。佛陀就跟阿难讲啊，
这部经定名为《维摩诘所说》啊，就有的我们就讲《维摩诘所说经》，那么它也是名为《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也就是说，这部经它也是可以叫做《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如是受持这样子的去信受去奉持。那么当然有很多就把它解释为《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把这一段话整个集结起来，啊，作为一部这部《维摩诘经》的全名，就是说《维摩诘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那么这部经，那么要这个阿难啊，然后跟所有的这个佛菩萨，他们这个都能够去推展，而且呢，希望一切后面一切的有幸都能够这样子来信受、来奉持。佛说是经已啊，长者维摩诘、文殊师利、舍利弗、阿难等及诸天人、阿罗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那么佛说这部经圆满。这个时候啊，维摩诘长者、文殊师利菩萨、舍利弗尊者、阿难尊者，所有诸天人、阿修罗、阿修罗王等，所有的大众都听佛所说了，都听到了，都非常的欢喜，也依教奉行，信受奉行，那么这部经就圆满。那么我们就明白佛陀是多么的希望所有的弟子能够来修这部经。那么诸佛菩萨、天龙八部也都会护持修这部经的行者，希望我们珍惜这样的因缘。我们先来做一个回向。那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重生极乐国。我们也希望所有一切有情能够证得自性清净的净土，而也发起了菩提心，那么都能够依教奉行。好，我们来持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Om Mani Mani Maha Mani Sri Sriya Mani Yaso Aung Mani Mani Maha Mani Sriya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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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释迦牟尼阿娑阿文殊师利菩萨心咒，唵阿拉巴扎那帝。
赞那帝阿拉巴赞那帝唵阿拉巴赞那帝持诵弥勒菩萨心咒，唵布达摩遮门梭阿唵布达摩遮门梭阿唵布达摩遮门梭
唵布达摩遮门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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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未来迅速劫，三千佛七方光加持，一切菩萨众亦如是。升起愿力，转一切有情业力，让业海为功德海现前，众生端坐莲花，清净菩提升起，龙天护法呀，一切
见闻者悉皆欢喜，一起捍卫正法，劳逸有情。众生五毒转为五智光明，智慧慈悲开显，再慢慢将光明收回心中，慢慢出定，那么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也圆满了维摩诘经，那么当中如果有误失不如法的地方，也恳请十方诸佛菩萨能够速救。那么也希望我们能够信受奉行，大家一起努力，那么让正法常广行，让法轮常转。好，我们参修就到这个地方圆满。阿弥陀佛。佛佛。